挡，我的打击率当然还是不够理想。哦，这棒打出去有没有机会呢？打的是墙，结果要落地之前呢被掌握住了。哇，这 nice play！ 所以在左外野手何伟杰这边的一个精彩的一个守备啊，三人出局结束了这个半局。